包给这人。我也不会跟他来。跟我来。对不对？你不会流口水了。女生问，女生叫普弟，哦，女生叫普弟哈，没有啦，刚笑的啦，男生不是叫房啊，没有啦。大哥，那我问一下哈，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那个台语“超级白”怎么翻？大家跟诺比比说。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大家跟诺比比说。大家跟诺比比说。对。好，蛮好意思吧？来，谢谢哈。不行哦，好吗？你本身很骚啊！不要骗笑，拿回去吧。别走！你管他呢，听着听。
哔哔。哦，对对，好听。什么意思啊？就是吴大师哔哔，他姓吴叫大师啊、他妈妈叫、哦、啊不，他的老婆叫哔哔哎。哦。他姓吴叫大师。啊、哦，吴大师。太太叫哔哔哎，吴大师哔哔。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夫妻就是咸康力啊，就叫做吴大师哔哔。喂，你们在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大哥，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村的不，不好意思，扯远了。喂，你好，你好。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就桃山隧道的意思。桃山隧道的意思。哦。朋友看一下哦，你是没有被我的懒觉打过吗？怎么讲？我这个我不太敢讲，你是为什么？美沙苏乌达斯姆，这样吗？美沙苏，不是，我先问一下，美沙苏神宝乌达斯姆，这样啊？神秘宝，对，打一个字了，美沙苏。神秘巴，神秘巴，达斯姆，这样才可以。美沙苏，神秘巴，达斯姆，你是欠我的懒觉打。对。哦。Thank you.
大哥，那个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哈，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叫干尼干尼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他们黑波波手。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德玛黑波波手。德玛黑波波手。哎，好，蛮快说罢了，谢谢啊。台东，我喜欢充气娃娃，我每天晚上都需要充气娃娃，无时无刻的时候都需要他的照顾。完了，接力。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你现在别人在照相，你拍他们干什么？对不对？人家是有肖像权啊。OK， 谢谢你。这公开活动讲了吗？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哪些人不能摄影。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我们可以主张，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香港交代员，谢谢你。香港交代员，我是裁判，我是会场管理，你可以针对你终于要交代了吗？不是，我是会场管理，我用我的管理的权。大会报告，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海端乡、卓溪乡、海端乡以及延平乡。大家都不要为难，好吗？可以吗？画面过了吧？好，现在进入最后一圈。对不起，我们禁止你拍摄。大会报告，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警察，我不会找警察，这是我们的场地，这是我们的场地，我们禁止你摄影，请离开。对不起，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香港交代的是不是？不是，不是香港交代，一点。大会报告。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射男组800公尺的决赛。你为什么不能摄影？介绍到此，我们有权利。第一道信义乡，你自己的手作。第二道延平乡，我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第三道我们这么会卓溪乡，好吗？第四道大家互相桃园区，这不是摄影。第五道桃园区，我们大会，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我来。海端乡，第八道卓溪乡，谢谢你，好吗？大家一起帮忙。所以先生，你到底要怎么样？我现在怎么了？你现在如果好，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我没看到你，就这样，好吗？喂，你可以动。Thank you.
你是泰雅族哈？当然。爸爸妈妈都泰雅族吗？当然。螃蟹呢？螃蟹是那个嘎什么啦？嘎浪。不是。啊？螃啊？在乱念。真的，我们跟阿美族都不一样。再念一次螃蟹。不要啊。再念一次。不要。螃蟹。想把阿美语学好，很想还是还好还是不想？想。为什么很想？因为长大就可以跟老人一起讲。那个最厉害的母语老师是谁？阿妈。啊。这就是偷拍的。
是吗？啊，你去各个原住民的活动拍了影片，然后上传以后，底下里面全都是负面偏激字眼。啊，那个字是你写的吗？还是不是？别人写我，应该不是。别人写你的，啊，你就这样所作所为啊！你拍了影片，然后说，你去秀林国中拍他们运动会影片，然后说全部都是什么酒鬼毒娃，什么鬼？那跟影片有关系吗？你做的啊。两边夹击是另外的事情，有一些叫那个频道是不是你的嘛？是我频道怎么了吗？所以频道是你的，影片是你上传的，影片是你做的吗？你现在有什么事情？就是为什么这样乱报道呢？就是这个事情呢、啊？难道是为了什么事情？人家你应该是为了什么事情？你一个录影看是不是？你的影片我有在录影啊，为了什么事情？你这样弄对吗？为了什么事情？你只是讲是为了什么事情，这样对了吗？你这样对吗？这些是干嘛？你想看闹什么？上我们做的是干嘛？你一句话是为了这个，为了什么事情？不要假惺惺好不好？不要在我们村里出现了。我等一下回来，我看到你看看，你一个试试看哈。玩笑。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大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大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你是超级吗？真的香蕉很好吃，哦，香蕉很大。Inak banana no bumbung masal kau no. Oh, masal kau no. Oh, banana. 那我先生的香蕉很大。我懂。Inak banana no bumbung madang. Madang, madang, madang. 哎呦，这太熟了。我先生的香蕉，我先生的香蕉软软的。啊，madau puna inak banana no bumbung madai pokin。耶、yeah! 哎呀哎呀哎呀我先来一点不讲哎下次那个上次那个蔡英文总统到富士山绕回就出货来了又来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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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去补秧，然后他才会来。没有。你是总干事，彪就过来了。没有彪了。没有彪了。没有彪了是吧？香蕉，不用太直。男生有香蕉，俺们有香蕉。香蕉怎么讲？笨笨笨笨。香蕉很好吃。笨笨笨。讲乌巴布登古大一些阿弥勒，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我是太巴朗的土生土长的金虫。Thank you.
干爹娘，哎，国骂哈，阿美族语怎么翻译？阿里半归纳，你说阿里半归纳，你说用手去抠鼻，那个抠鼻怎么讲 ？QQ 按不给 ，Q 啊，再一次再一次慢一点 ，QQ 按不不给 ，QQ 按不不给 ，QQ 按不不给，哎，哦，非常抠鼻，哦，哎，吹喇叭怎么翻？吹喇叭，就是女生帮男生吹房啊，哦，咪这不是房啊，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咪这这都房啊，点不好。
动，我没想，妈咪你。其实跟那个谁，我要骂他，我不是今天不是纯粹说怎么样，先生，喂，我问你了，你请问一下你姓什么？身份证拿出来，马上我就轰你啊！你身份证没有拿出来，我马上轰你哦，马上赶走你，麻烦请你把你身份证拿出来。你们请问？我，因为我们这个人我们不认识。从头到尾我们不认识哦。爸爸，今天是我才认识，他是圆明会那边的。我靠你老了，圆明会，麻烦你证件拿出来。他们这两个都是圆明会，麻烦你的证件拿出来，要不然我就轰你，我马上麻烦你滚。爸，叫妈来上酒。你今天以什么名义来这里？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我已经给你时间了，你再不离开的话，马上我叫警察来这里。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哈。你都没想过说一天比一天高，你以为是黄芪啊？你以为是骗陈水扁那个黄芪？我看你啊，没有比陈水扁的那个算命的黄芪那么高招。你以为是黄芪哦？你还差得远呢、哦。因为你在这里没有贡献，我干嘛留你啊？喂，警察局吗？对啊，我告你哦，泄露民宅哦。你再不离开的话，我要行使公权力了。麻烦一下，我们这边没有功德宴。我们不是赖清德、赖院长这样啊、哦！你要的话，你要找蔡英文。我们不姓蔡，我们真姓刘哈。不管可以，人就是有同情心。但是你的同情心不是在这里，你用错地方啊、哦！不是每个乡下都可以如你所愿，你可以找别人，好吧？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家而已，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去找。你是男孩子要阿莎里吗？好不好？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他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他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男生那个自卫打手枪的动作怎么讲？于是
拉苏啊，米苏拉苏，你们那个做爱怎么讲？米阿里，米阿里，哦，很爽怎么讲？拉苏爱 ，A 片阿美族话怎么翻？阿里拜都嘎猪，阿里拜都嘎猪嘎猪，不打是比一比。打什么？姑娘。短的打什么？十八。十八，谁教你唱的？妈妈的爸爸，因为我爸爸那时候就醉。Come on! Come on!
这快要经过他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你是超级棒。